完成现有医学观察人员和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。目前已安排25家核酸检测机构，抽调1600余名医务工作者，会同国家卫健委组织的10省市10支核酸检测医疗队200余名，以区县为单位，在全市开展核酸检测工作。我们将在各区设置若干采集点，由社区组织居民有序检测。